行啊，算了，没有啊。收起来，别收起来。然后说完口号，烤花鸡哦。啊，谢谢。你刚刚说包包空吗？好的，那我说的两个包，谢谢。这两个包包。家里清洁卡咯，那边。你讲人民币在边干好不？我走路啊。来，我走。那个不走。我走路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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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个，那边加加好，不加好不对哦。五十个，五十块，四个，四块一块着。五十个，五十个几月？阿叔，四个，四个啊。两个啊，多有了吗？啊，这五十包，几两多？阿你知道吗？你阿来飞机开出去。阿姐。他现在来了，我希望你钱让我落下无，敢会当？加油，恁欢喜我，感觉真正无去，但不过我希望你钱让我落。用他这边。来，恁听我讲了，用他。这只叫阿里山烤棒，咩啊？这只叫墨西哥烤棒子，就是半只鸡啊，只下好个啊。伊这就是拢做迄个一款套餐伊样嘛，一份加高丽菜加一碗玉米浓汤，就三百外块，要到四百。我来讲。我希望买单你钱用我吼，啊，我搁讲一解，你若会付你会阿沙哩，啊，我会比你阿沙哩，吼，嘿，吼，我想要来吼，唔免让你开五百，吼，先加钱个先赢，三百我落，来三百上面一个，一个人加买落啊，三百块。有人要食阿里山烤棒，请落三百。阿边个？墨西哥烤棒。金龙沙士多少？三百块。三百块。来。来两个。来。来。这头用我烧了，你几个？我两个呀。全部一边。加热了啊，啊无安尼好啦，来，来啊，再过来哟。来三百上面一个，加百上面真贵哦，三百好上面。来三个。金龙沙，好好好，今天青菜啊，配啦配啦，这个来啦，来大爷，来小块都落同家店啦，来你几月啦？靠边啊无啊，是啊无啊，无啊，歹势个提包无，歹势，今秒取落来，歹势歹势歹势，歹势，反正这也无吃也无去，等下我来介绍我我一个鸡啊，歹势啊，不好意思，你这地一定要看，歹势我再好做，来你叫人去看，这你一定要。好啦，你连到冰啊烧的，真恐怖！这白带鱼酒，这内底大鸡、小鸡、一鸡翅拢有。这都用烧出啊含酒，用出啊含酒了，真正的好啊！白带鱼，什么只？免一千，免八百，三百好啊！来三百什么只？有人要食白带鱼羹无？我无甲你白杀嘞！日本料理四点，一个签啊签，伫顶行来烤肉上杀嘞八千，这内底上少三千，才落来五百几啊！我唔是白杀，我拢讲事实咯，哦。这时候一碗含酒料，真正的不够香哦。这白带，来爱吃三百几个。好，小姐。三百个要吃哦。你若到顶爱吃三点点啊，我尽量嘛卖卖啊。三百拢有啊吼。今仔日你若敢加三百，后边人加，我总共加一包送你啦，你免考虑啊，真的啦。三百个我少一个好无？三百块。有人要吃无？三百。五个就好，拢无饲。三百上面一个白带鱼，三百块上面一个三百，三百块上面一个三百，真正拢无好趁钱。五百啊，我买着五百啊，三百。三百上面一个三百，白带鱼讲三百上面一个，应该咪是你等我花十块。三百上面一个。我要搁招一个人去，三包，搁一个好。
有人敢摕钱无？三百搁一个。因为我唔相信白带这你无爱食三百了。来，头前。哇，你慢惊啊！还是叫你开三十万，三百搁来，伊讲叫经济吗？三百我嘛一堆物件，你慢惊啊！我来帮你。来，再搞一包，再搞一包。真正好笑，我拢卖四包啦。接下来就加一包给你哦，三包咯。最后一个三包。这报名的，表演，三包就加四包。那拿三厘米刷别啊，三厘米啊。最后一个三包。搁一个三包哦。别带一个，沙发拢有啊，谢谢。第一个客钱的啥？你第一、第二个客钱的啥？你嘛？第三个客钱的你嘛？来五十五，五十五，五十再上涨，二十五，五十涨，谢谢。这个真的是，我说你跑偏了一些，二十五，来，你等下让我给你了，几千是吗？我等下客家，你老客人客吼，我若卖袂出，我就甲不管笑成半个了，其他就好吼，我尽量把卖掉啦，好吧？这啥物恁知无？这叫鲑鱼，迄个鲷鱼下巴，叫人别看清楚。这一包一公斤只大包，这等我你煎两桶至三桶，好。来，我相信足侪餐厅嘛，拢互你煎这，这个煎这个胡椒柠檬干，好袂好？半包行价百八，一包行价一定要三百几块。一人客两包，两包的重量总共三斤半。这两包免六百，免五百，新客钱的什么？两百了。来两百块，上面一个钓鱼下巴，两百块了。两百块有人要吃哦，两百块。来钓鱼下巴两百要吃哦。到人要搁吃钓鱼下巴两百块。拢有啊嘛？到人要买一百块试吃哦，一百块。一百到人要试吃，一百块。拢有啊。这是第几名？十万平方。姐，你罗啊，十万平方。我来这个，你用枪啊。罗你。爸爸，这边没有。好啊，这个家用我拿手去。来，到人要吃罗皮的，前面吃免五百，免四百，三百上面吃卤鱼，这只搁送你好不？这只搁请你，一个人给三百上面罗皮。三百刚好要吃三百块，来直接过来，来三百了。来边啊！来三百刚好要吃螺啊，三百块。三百刚好要吃螺来无？三百，两尾三尾，几尾够哩？四尾。三百刚好要吃螺鱼的无？三百块够要来无？百五刚好要吃两尾百五，吃袂了买两尾了啊，百五。对，这全部拢哩。够啊，边啊！全部拢哩三百了。没有，吃完了，吃完了，慢慢叫啊。来，第二。来，第三。空姐不要听了，他说先给一块简单的，开始我给。简单的就好，坐定轻轻的就滚。很慢啊，坐定就轻轻的就。牛柳上面弄来。开始清啊。来，个人要吃铁板牛柳，这牛丸都会炒蒜头、炒辣椒，一包皮要我两包五百，一人给两包，当然免五百，免四百，先给一个先给沙发上面吃牛丸。三百块人要吃牛柳的无？葱爆牛柳炒炒了，还无这两包搁送伊啊？这两包搁伊啊？两个多啊？两百了？来两百块上面。来几包啊？最后一个两百无啊？来几啊？最后一个两百无啊？来干啥来个？个人要吃咸猪肉，咸猪肉煎、咸猪肉烘、咸猪肉炒，炒出来上好吃，唔免五百，特别十年啊，无好笑的。三百上面吃，这条够哩，这条够哩。来三百块人要吃咸猪肉的无？三百块。来来，这包够伊啊，三百块。三百个好吃哦，咸猪肉。三百个好吃哦，咸猪肉，三零一个。来，最后一个两百二了，减一条无啊？鱼啊鱼上面吃，两百二十。来，头前咩啊？来三百肉块啊，你平这条袂输。肉块三百两，够人咩啊？一百五十条，三百二啊，无要一百上面吃一百块。有人要吃肉块无？来一瓶。最后一包一百上面无啊？最后一包一百，我上面吃一包。最后一包一百块，上面吃一包，一百块最后一包上面吃一包，第一个变相，来五十了，来过来，
来到人要食鲍鱼，这边就当食一包鱼啊，我两包五包，一包鱼啊，我两包五包。要食鲍鱼的，免五包，免四包，三包，上面一个三百块鲍鱼，三包要吃哦，这两条够三米，这两条够哩，两包了嘛，来两百块上面吃鲍鱼，来两百块上面吃两包，两百块人要食鲍鱼的话两包，两百块够要食鲍鱼的两包。来，注意来，老弟。客人要吃港式凤爪，台中的名产，退冰就当吃，一包百三，两包鱼仔肉，唔免鱼仔肉，两包三要吃两百块，退冰就当吃，好两包就好。来两百块，客人要吃港式凤爪两包，一包够啥物？一包够哩，一包够哩，一包够哩哦，一包够哩，四包啊，来两包三要吃两百块，两包人要吃无？港式凤爪两包好了，两包好了，一百了啊！去死啊！一百块。五十啊，五十块啊，五十块好啦，五十块啊，十块好啦，恁娘嘞啊，气死啊，十块啊，十块啊，起来啊，落尾啊，起啥？你免叮当，免叮当，你叮当好啊，来，八块，十块咯，下叮当啊，卖好啊，十块咯，十块咯，阿爹，爹，阿弟妹，啊，卖叮当了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啊。来，我上面没吹用黄片，我上面没吹用片，你们绝对有流汗。来，来，我来弄刷你毛片。哦，这样。这里别停，来，这上面写两百了吧？呀，这两包百五了吧？这两包百五上面写，这两包百五。